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南，欢迎收看头脑眼大设计。燃油汽车车不环保，电动汽车车怕没电，或许你该试试这辆太阳能汽车，阳光下暴晒两天能跑225公里。近日，荷兰一家初创电动车公司 Lightyear 与 Leasingplan 车辆服务公司宣布合作，将推出首款设计车型 Lightyear One。该车用60千瓦时电池组，在没有阳光的情况下还能跑出724公里。如此夸张的数据是如何做到的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Lightyear One 为5座轿车，车身线条极具流线型，后轮拱采用少见的半封闭式设计，十分具有科幻感。而在机舱盖和车顶都镶嵌一块总面积达5平方米的光伏电池板，是世界首款长续太阳能汽车。据了解 ，Lightyear One 最大续航里程达到720公里，若车辆连续2天日晒时间不低于9小时，总时间不低于18小时，可增加约225公里的续航里程。并且 Lightyear One 不仅能够直接从太阳获取电力，也可以从家中的电源插座、公共充电站充电，比如从230伏插座充电一晚，就可以获得400公里行驶距离，完全满足日常需求。动力方面 ，Lightyear One 采用全轮驱动动力系统，每个车轮一个独立电动机，0到100千米每小时加速时间为10秒，可应对崎岖地面条件。Lightyear One 计划生产946辆此类汽车，预售价11.9万欧元，正常售价为16.5万欧元。约是特斯拉 Model S 的2倍。目前第一批的100款已经预定已空，将于2021年开始生产。对于高昂的造价，你会购买吗？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，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。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，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。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。